好，第一个准备动作，左手拿花指背手在左边的臀部和腰中间，左脚绷脚背，脚背贴地，交叠在右脚前面，膝盖双叠微屈，右手在斜上位，手心按住。好，一二，绕一次手腕至手心对天花板三四乘，然后五六，左脚从前面拉开绷脚背，左手从身后拉至身前，双手经过右旁，然后拉到上边，重心在右脚啊，然后一个推腕，心对一个压腕，一个推腕，哒哒给一次以后，左手翻腕，然后都是手心冲左边沉一次，给推右胯，旁腰拉起，沉头看右边上面，五六。好，走二二的时候，左手从身前，然后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一个小五花从右身旁至头顶，重心拉到左脚上。好，左手摆住不动，拖着右手从身前手背拉下来，对，好，然后重心踩到右脚上，左手从左边抹手，右手从右边用手腕带动，左脚并上，转身。好，这是两个摆拍，准备再来一次，我们顺一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走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后面两个摆拍，空拍三拍不动，一二三。好，四的时候撤右脚，绷脚背，脚尖点地，然后左手手心冲天花板弹回来，然后右手手背从左边带动，从经过头顶，然后左手用手指尖在身前绕手背带，然后右手经过头顶用手抹下来。好，左手至托掌，右手至三绑，然后右手翻一次腕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起一次右脚，重心在左脚上啊。好，三二三四，二三四的时候用右手手背带踩到右脚重心上，左手用手心抹下来，三。好，右手从经过头顶滑到至背手，左手从身后手心哦手背带动至前，在双板位，头压在左边。好，脚是踏步，左脚在后的踏步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左手翻至手心，右手从身后拉至手心，手指尖往里带，头从拱头往里边拱身体，然后双手从耳朵钻头顶带动至前钻，然后直至背往下塌，腰往下塌，给一次钻身，完了之后钻身。好，右手还是右手在上，左手拉至上边，左脚并回来，从身后并到前面，翻一次身，转身回。好，我们顺一遍，一二三，走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要带呼吸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最后一拍，